这个游戏叫做《斗纳鲁斗》，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《斗纳鲁斗》是谁哦，谁看得清楚啊？《斗纳鲁斗》麦克道格拉斯，这是麦当劳叔叔的恐怖游戏吗？开不了了。麦当劳也太小间了吧！快乐儿童餐，哦哦啊，哦，嗯，欸，要收集纸条啦，这该不就像 Slenderman 一样吧？哪里啊？这好恐怖。怎样？快乐儿童餐会分布在里面了。我看到了，看这啥小声音啊？这什么声音啊？画面好难看清楚哦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的内容应该没有说很屌。大部分应该就是这样跑来跑去，然后收集儿童餐吧，就是非常原始的 Slenderman。嗯，那画面变怪了。干，这董阿鲁斗是不是在前面啊？他妈的，有种出来干！我画面越来越缩哎、欸，出来啊！宝宝。快乐儿童餐，这个快乐儿童餐后面写着，这是斗纳鲁斗的财产，上面写着哈哈哈哈，烂哦！这个画面我很难看清楚快乐儿童餐在哪里、欸。拜，我明天就去吃快乐儿童餐，欸、有钥匙哎、欸。那在哪里啊？我死了，烂 game 吧！我怎么死的？然后儿童餐位置好像一样哎、欸，先收外面的。他来之前屁股应该会有声音吧？哦，斗纳鲁斗，哦耶，他会冲啊！靠太近他会冲过来，所以我刚刚是靠他太近了。哎哎哎哎哎，让我过去。那好悲，这有点难呢、欸。这个不是一二三木头人，这个是他会跟你保持一点距离，然后越来越逼近，越来越逼近，到达头。某一个距离之后，他就会把你咬死，这样。啊！我就看不见他，妈的，这游戏是要玩屁哦！从头到尾，我们就真的超北七的，他在我前方，这边要绕一圈看看。瞎子的恐惧。要开吗？太闹啊！好。斗纳鲁斗的纸条，斗纳鲁斗麦当劳有一个农场，咿呀咿呀哟，他的农场有一个快乐儿童餐，咿呀咿呀哟，有一个大麦克啊，这边有一个大麦克，这边还有一个麦克，到处都是大麦克。斗纳鲁斗有一个农场，干你、啊！
么穿到地板下面啊？搞什么？有没有儿童餐？哪里？干！怎么过啦？他边跑还边冒烟呢、欸！不要看他，有。哎，就消失了。持续一段时间是会消失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重点哦、喔，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是，我不知道他从哪一个方向冲过来，要不然我就可以逃脱了。在哪里啊？跑的时候没有关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走、欸。哎，干！哦哟，哦，我干！快挠啦！哦，哦。他刚在我后面追我，我往前跑，然后他就瞬移到我的正前方，然后从前面又冲过来。如果哪一个才生，我看他怎么可以从他店里面冲进来？烂死！哪里啊？干！他都躲在房子里面啊！他是躲在那个墙角，然后你接近他，结果距离就很已经很近了，然后直接把你咬死这样哦、喔。哦，原来他消失速度变得好快哦、喔。他怎么背对着我？完蛋了，就在警告我要死。你看，哎干！妈的，我收集到不知道是六个还是怎样之后，他会一直不停瞬移耶、欸。瞬移到我边边，然后就开始攻击，这样啊、喔！他真的从头到尾一直瞬移，没有骗人。这厕所有没有？欸、有哎、欸！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我动画马的辛苦了那么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个礼拜不吃麦当劳。一个礼拜就好，我不想再看到这个斗纳鲁斗了，烦死了！我觉得这个游戏哦，最烦的点就是它的视觉特效看不清楚，粒子效果太多，然后整个画面就花花糊糊的。斗纳鲁斗出现在你旁边的时候，还会再更糊一点，烦死！我抵制麦当劳，笑死！这游戏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、啊，你那个。儿童餐拿到越后面嘛，它除了速度变快，还会不停的一直瞬移瞬移。如果你刚刚好水小，对不对？它瞬在你的身边，那、啊、你就直接就死了，真的没有骗你，还普通啊。然后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故事啊。那张纸条捡起来就是，斗纳鲁斗有一间农场哦，咿呀呀，有什么东西啊？哇，搞不懂啊！被快乐儿童餐气死，明天就去吃三个快乐儿童餐出气。抵制是效果。买套餐才是生活，是不是这个可以这样讲吗？
不管了啦，好啦，我抵制一个礼拜，啊，我去偷吃你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不管。